Hello everyone, and welcome back to Face to Face.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we last met, but now we're finally back on track in the DMO gaming house, and we have their jungler right next to us. 大家好，我是DMO的打野小鹏。 小鹏，我想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是怎么样有办法在 LDO 打到这个14连胜的一个称霸的？当时我们每个人选手的个人操作和自信都比较强嘛，然后当时我们每个人的默契、团队配合都很相信队友，然后当时我们就一直这样子，发现好像对面好像打不过我们，我们就每个人用个人实力去跟人秀操作。当时我们就有一个这种说法，就是我们选一套很秀的阵容。 谁死谁背锅，谁挨骂，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赢过来的。确实很乐观的一个打法。那你们来到 LPL 之后，你觉得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吗？然后你们同时也是全 LPL 最年轻的一支队伍，你们会觉得这个反差很大吗？跟在 LDO 比起来，到了 LPL 我们发现对面还是好强的，然后当时我们就只靠一枪热血，然后跟人家去拼命吧，可能就，然后发现这种效果还不错，然后我们就一直延续着这样子的打法，然后其实尝试打得比较进攻激进的打法，有的时候可能会被打到对面比较懵，没见过这种太激进的打法吧。那你可以稍微描述一下你所谓的这个激进的打法，大概是包含哪一些层面嘛？就你自己觉得你们的这个 DMO 的风格，你会怎么描述？如果刚开始在春季赛的时候，我们觉得大概率的阵容是，假如说我野区英雄取得了优势。 然后我需要我的队友拥有推援权，然后我就需要你，别让他吃野怪，一个野都不准吃的那一种，就全队过来把我去抢对面的野怪，然后对面打野玩不了那种感觉吗？我们是这样的打法比较多。那讲到其实这种侵略的风格，好像主轴其实是你去打进攻的嘛？那你可以讲一下你自己认为你在这个团队当中的一个定位吗？其实当时团队的说法，我觉得我在团队里更多是承担一个carry 点，然后他们都把很多的资源让给了我嘛，然后当时我觉得我的状态也挺好的，然后选这些英雄都是一些 carry 型的英雄，假如说让我一旦取得优势，然后我的队友会特别的舒服，然后我们就靠着这种方法一直去打。小鹏，还想问一下你对豹女这只角色的理解，因为非常特别的事情是，你还会在 LPL 上面玩就是 AD 型的一个豹女，你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她的出装跟思路吗？ 因为我觉得豹女这个英雄主要是熟练度高，假如说你熟练度高的话，其实你出 AD、AP 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出 AP 英雄的话，大概率就在于你的刷野优势吧。如果是出 AD 的话，你可能是更偏向于你的打肉的能力，因为 AD 的带的征服者，然后三项和战士刀和鬼锁刀，它的那个瞬间爆发都是特别高的。然后我觉得出 AD 的情况下也会特别的好。 发现我自从研究出了出 AD 的这个套路之后，他们就不让我玩豹女了，所以我也没有在比赛上尝试过到底好不好用。你说他们不让你玩是指队友吗？还是指你对对手？<笑>对手都把豹给我搬了，让我玩一把吧。<笑>那除了豹女之外，我没有小道消息说你其实有玩一些就是在单排很出名的一些角色，但是在 LPL 赛场上面还没有拿出来过，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我对酒桶这个英雄我做的 特别有心得，因为我玩酒桶是特别玩得很好的一个英雄，但是之前我的队友都不让我玩，他们说这种不适合啊，不想让我玩这种前期弱势打野，因为我们之前的风格是那种需要前期进攻型的打野比较多的嘛，但是我这个一手酒桶一直掏不出来，他们不让我玩，我很难受。那你目前觉得 LPL 谁酒桶玩的最好？我觉得现在玩的比较多的话，应该还是 top 的熊熊吧，他看起来像是个老酒桶，酒桶 king only 选择。 你觉得酒桶玩的好与坏的话，最大的关键点在哪？在于自信吧。其实当时很多辅助，当时不是会有那些压闪的那种操作嘛。然后如果你自信的话，你可以在空中就在一的空中就把 R 给丢出来，然后闪现撞到别人身上，然后造成那种几何桶的玩法。就玩酒桶，你这个要自信。好，小鹏，我们现在要来玩一个联想的小游戏，就是你看到题目之后，你要在5秒钟之内想出3个联想词，然后如果想不出来的话就有惩罚。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OK，好，第一个，最佳新人 Knight 369小天。OK， 好，可以。第二个，软萌上疯狂魔比赛强者。软萌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软萌啊。软萌哦，看起来软软萌萌的这样子，比赛强者，好行。第三个，团结心态良好，一群憨憨。
那 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季后赛的一些心得，这样，因为我们英文有很多的观众会开始关注你们的战队，也是因为你们3-0击败了 EDG， 算是一个非常大爆冷门的一个情况。那你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你们当时对上 EDG 的时候，赛前的准备大概是往哪些方向？因为当时之前我们打春季赛常规赛的时候，我们是输给了 EDG 嘛。当时我们在季后赛说第一场能遇见 EDG， 那我们要用尽全部的力量，想着任何的办法，我们就为了打他们去调整我们的战术和规划之类的东西。那可以讲一下细节吗？你们当时分析的话，你们要取胜 EDG， 主要你们比他们厉害的一些地方大概在哪？因为当时我觉得 EG 的两位打野当时的状态都不是特别的好嘛，然后我想的就是如果我们团队能在野区找到更多的优势的话，可能会更好赢一点。然后当时我的队友也是这样觉得，他觉得我的操作还算挺不错的，把一些资源和前期的一些帮助全部堆在我的身上，相信我的前期开尾能力，然后导致我们后面能比较轻松的赢 EDG 吧。那确实感觉你是非常大的一个功臣哦。那我想问一下，在打野碰撞这边你的一些观感，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夏季赛的版本里面，就是河蟹出生的时间是足足晚了，就是1分钟变到3分15秒才开始发生。那你觉得这个对就是打野区强行碰撞会有什么影响吗？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些打进攻的队伍在夏季赛的成绩都不是特别好的原因，就是因为野区这些改动，因为平常以前在2分钟的时候出的河道蟹，大家都会想着去争夺那个河道蟹。假如说只要我的野区和我的队友是有陷阱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利用这个点去对他们的野区造成进攻，让你们强行跟我打架，要不你就亏损你的野区，跟我让我吃的经济更多，要不你就强行跟我打架，然后你会跟我打输，我们拼操作，就差不多这样。现在改了之后，就可能没有那种前期的进攻打法了，我们就需要更稳定一点。然后那些比较偏运营的队伍可能就稍微会活得舒服一点那种感觉。那刚Xiaopeng你其实有说到，就是现在可能是比较偏就是营运流的打野会吃香一点，那你可以跟我们大概讲一下现在的版本里面你觉得哪一些打野会是比较强势的吗？我觉得像奥拉夫、朱妹这种英雄会比较强势，因为奥拉夫这种英雄是设计团比较厉害的英雄，他如果配合自己的队友前期很厉害的话，可以让对面的野区亏损一组野区吧。然后像朱妹这种英雄的话是比较偏向于团队打的控制比较多，然后如果是近战比较多的阵容的话，就朱妹的话让对面就会特别的难受，很害怕你们队伍里控制特别多。那我想问一下，既然你之前都讲你们的队伍风格主要就是靠这个线权啊，然后打野碰撞来取得优势的话，那你自己是怎么调试这个新的版本？其实这段时间我们之前我觉得输的比较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我们对这个版本的线权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当时想的是如果能调整一下，让我们打后期，因为我们选的阵容都比较发育阵容嘛，像沙皇啊、轮子妈这种英雄的话，让我们前期失去了很多，也缺了对抗性之类的，所以导致我们可能是成绩不好的原因在这里。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就是在 LPL 里面，你最仰慕哪一名打野，然后最期待跟哪一名打野对战？其实我觉得跟卡萨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很有意思，因为他比较都是说他大家是意识流会平行打野嘛，因为他的意识特别的好，然后做的自己的操作也做得特别的好，觉得跟他对战的话应该会很有意思。你觉得有从卡萨身上学到什么东西吗？就是你有看到哪一些点是你觉得非常实用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卡萨这个人意识会特别的好，他会提前做一些预判型的反蹲，他会在任何没有视野的情况下知道你的打野在下一步行动嘛，如果我能做到这个的话，我觉得应该会特别的好。我接下来想问一下，除了 LPL 之外的就是其他赛区的打野，你有哪一名是你觉得特别常有切磋或特别喜欢跟他学习的吗？其实我觉得是格里芬的打野选手塔展吧，因为我觉得他的操作也是顶尖的，然后意识也是顶尖的。你之前其实我们稍微聊的时候有讲到说，你看到 Tarzan 他每次回家都有2000-3000块的这个经济，然后主要是因为他的一个路径选择这样。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路径选择在现在的版本打野你觉得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吗？因为我看过 Tarzan 他一般的选择是在于，假如说他现在的下路是在被推线，然后他的血线对面的双方血线都不是特别低的情况下，然后他会从上往下一直刷到他们的下路去，然后帮忙做一波 gank， 然后会去反对面的野怪，然后继续轮流来做事情，然后会发现他身上回家的钱会特别特别的多，有些时候甚至可以直接出一件大件出来。我们之前在 Face to Face 的前几集访问奈的时候，我们有问过他最常单排的人是谁，那他的答案其实是给的是你这样子。那你可以讲一下你跟奈的一个关系吗？之前我认识奈特的时候，他当时我们还不是特别熟，但是我们是在排位里遇到的，当时他觉得我的操作还挺好的，我觉得他的操作也很好，当时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就一起开始尝试着慢慢的双排了，之后我发现这个人的想法和一般人不一样，
他每次都觉得他的英雄不够，然后他会玩一些奇奇怪怪的英雄去他的中路。当时没有任何的什么之类的剑魔啊、奎因这种英雄还没改版的情况下，他直接就拿着他去走中路。我说你玩这个英雄去中路干嘛？他说这个东西没比赛上没人用啊。他说都是 rank 中人先用出来，然后别人才会拿着他去比赛上好不好用。这种英雄肯定是用来开发的，让人觉得这个人好有天赋的样子。然后我们之前其实认识他一段时间了之后，发现他水平还挺高的。当时我在开始已经步入职业道路上了已经，但他还没有在，他还是在打单排 rank 的情况下，我当时就每天晚上有一段时间，大概每天晚上跟他聊三四个小时，然后跟他说，你既然这么有天赋，你为何不去打职业去试一下呢？他当时就是那种年纪比较小，比较害羞嘛，因为从来没有出过门，他没有出过远门的情况下，当时我就每天劝说他三四个小时，然后大概说了将近一个星期吧，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突然发现他好像去职业战队去试训了那样子，然后之后他才加入了 YM， 然后开始慢慢的我们就稍微就变得更熟一点嘛，因为更多的话题在一起，双排也好，我们就越来越熟了吧。那我想问一下，就 DMO 这个战队的话，因为你们也是刚改名嘛，有点一个新气象这样子，那你们这一季的目标大概会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成绩？我觉得虽然我们输成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目标还是想着是能进季后赛吧，因为我们觉得不能放弃嘛，因为大家都是 LPL 队，我觉得就算我们前面发挥的不好，相信我们之后如果能调整好的话，我们还是能进季后赛的。Thank you all for watching. This has been an episode of Face to Face with DMO Xiaopeng.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this split, 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Mini. Bye. Go. Hey.